那么经教上中上根的人啊，确实都有份。这一桩事情呢，所以我们想到这些地方啊，就常常想到啊，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真的真正了不起。他有24个字的真言，真理啊，永恒不变。这24个字是什么呢？《三字经》上前面8句：“人之初，性本善。”你要相信，人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都不是善，都不是善法，染法不是净法，清净法善恶两边都离开了，那个才叫真善，所以这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性来说呢，大家是一样的，就相近的，众生跟佛没差别。习相远，习惯，习性，习性差别大了，这个中国人常讲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换一句话是，你会被环境污染，污染呢就有善恶了，所以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那个都是善恶的善。那个不是本善，这个一定要知道，那是讲的习性，孔子讲的本性，这个孟子荀子都是讲习性，因为有习性的，所以教育就重要了，所以在底下讲啊，狗不教心乃迁呐，那你不好好的教他，你不用正面的教他，他就学了反面。反正人从生下来到老死，天天都在学，不是学好的，就是学坏的，天天在学习嘛，教之道贵以专，这8句啊，3824个字真言呐，你真的能懂得，真的一生依照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去学习，没有一个不成功的，所以学习呢要专精，不能够学杂，不能够学多，为什么学多学杂跟戒定慧不相应，你决定得不到，你学一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个里头有戒有定有慧，一门东西容易得定，定了之后就开智慧，智慧就能够触类旁通，你没有学过的时候，你这一接触通通懂，没有一样不懂的，不是智慧开了吧，智慧是从定开的，不是念很多书得的智慧，没有这个道理，学的再多念的再多那叫常识，你的常识很丰富，没有智慧，这个一定要到，也一定要懂得，所以一定是一门深入，所以唯有戒定慧才能解决问题。你看，你坚持天天诵经念佛忏悔修正自己，问你，你是不是真的修正自己了？修正自己要修到什么程度，你才能拔除一切业障？要修到什么标准呢？《金刚经》上讲的4句话是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业障拔除了。我都没有了，业障在哪里？只要有我，就有业障。我就有业障，我都没有了，业障也就落空了。你什么时候能做到无我？达到这个标准呢，第一的，是什么人呢？
许多幻，最低的啊，正果了，小乘初果了，高的呢，阿罗汉，这都是在这个标准啊，四相破了啊，啊，怎么四相没破？那你怎么修行都不行啊，都是假的，功夫不够啊，啊，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对佛法产生误会啊，没有得到以为自己得到了啊，这是错误的。那么真正要学呢，我们常常讲儒释道的三个根，你好好的先学着扎根啊，弟子规儒的根啊，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啊，其次呢，道教的太上感应篇，能够有这两个基础啊，这两样东西都做到了，百分之百做到了，十善业道就没问题了，很容易做到啊。十善业道是佛的根啊，在古时候没有十善业道的基础，不能受三皈五戒啊！你看看三皈五戒，戒师父一开口，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有标准的，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你统统做到了，你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三皈五戒才有效果，你真正能得到。啊，如果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也就是十善业道你没做到，啊，受那个三皈五戒，那有名无实啊。啊，我们佛法里叫名字三皈，叫戒缘三皈，给你戒个缘。实际上有没有呢？没有，三皈你也没有，五戒你也没有。啊。你们想想三皈，三皈是什么意思？皈依佛是觉而不迷啊，皈是回归呀，依是依靠啊，啊，佛是觉悟的意思，从迷惑回归到自性觉，你能做得到吗？啊，你没有十善业道，你做不到。有十善业道基础的时候，你才能向这个目标啊努力精进的啊。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正知正见的反面是邪知邪见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从邪知见回过头来依正知见，这叫皈依法啊。僧不是指出家人啊，出家人是个形象，僧是讲的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啊，我们从染物回过头来以清净心，以清净行，这叫做皈依僧啊。可见的这个是一开头就把这个修学的方向目标传授给你了。三皈依的圆满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一开始学就把方向目标交给你了，就像三字经上一样，那一开头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就把这个告诉你了，那你将来一生的修学就是希望达到恢复到本善啊。佛法的时候如果说三皈依圆满了，你就成了究竟的佛果了啊，你的目标就达到了啊，非常不容易啊啊。那么怎么修学？一定要从戒律啊，持戒啊，修定，持戒
清净心就是定。啊，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金刚经上说得很好，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那我们最近这两个星期啊，在华严经贤首品里面啊，这一段经文全是讲信啊，你对这个信这个字的意思要了解啊，境界要知道，要晓得怎样去学习它，有什么样殊胜的功德利益，这经文里头讲得很详细啊，啊，讲得很清楚啊，啊，你学了之后，你才晓得。啊，我们平常自己以为信了，那个信的标准太低了，啊，跟这个经上的时候一比较了，那我们信都没有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真正要修行一定要从弟子规做起啊，从感应篇做起，从十善业道做起。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己未修成功之前啊，未修成功之前是否尽量保持环境清净，少与外人接触。这是个原则。能够保持环境清净，少跟外界接触，这是福报啊。你有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你不找人，别人来找你吧，那有什么法子呢？啊，你想我们住在香港这个都市，这个都市就不清净，人太多了，空气不好，啊，居住的环境呢，这个，外国人讲的是全世界居住环境最差的，这个地区，啊，这么小的地区挤了这么多人，啊，那我们到中国也是人太多啊。啊，都市的环境都不好啊，那都像农村啊。那你们看看外国人居住的环境比中国就要好啊，当然人口没中国那么多啊，至少每一家都有庭院，前后都有院子啊，有空间的啊。啊，住在香港是住在鸽子笼里头啊！太辛苦了啊！这个地方房地产价钱真是寸土寸金啊！我们最近这个学院呢，在澳洲又买了两块地。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有一块地呢，距离现在我们的学院开车20分钟啊，土地面积160个英亩啊，一个英亩啊等于6个中国亩，就差不多是中国的1000亩。啊，另外有一块地呢，是一半大，81亩，啊，就和中国是500亩，啊，两块地价钱是差不多相等，一个是17.5万，一个是18万，所以我就奇怪呀，两块地面积差这么多，为什么价钱是一样的？他们在告诉我，一个距离城很远。一个居里城很近啊，居里城是比较近啊，这就难怪了啊。价钱多少呢？算港币啊，
大概是230万的。你看看多便宜啊！啊，那个地方住家，我那个地区住家，每一个人户一户人家，那个院子多大呢？10个阴谋，1个阴谋4万尺，40万尺，40万尺是一个家了，一家人了。你说他住得多舒服，多自在啊！啊，我在那里建了个小房子，是自己居住修行的。这里也有很多同学去看过。我是买了3块地，建一个房子，所以我的这个院子比我们的邻居大3倍，他们只有我1/3。30个阴谋。啊，那要算池的时候呢，120万尺。啊，那个生活的人的生活啊，这个时候太辛苦了。啊，所以人要活得很幸福。人的目标啊是要幸福，不是要赚钱的。你赚那么多钱啊，一生到最后都累死了，这为谁赚的？啊，这个观念就错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不能够不懂的。啊，多到外面去看看呢，逐渐了解了。啊，所以居住的环境啊还是在弄乡村好。啊，澳洲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土地面积大，啊，跟中国大陆差不多，人口只有2000万。啊，所以土地没有人要，太多了。啊，土地不值钱。啊，再往里面再去个开车再去个进去个20分钟的，啊，那土地就更便宜，啊，非常便宜。这是讲就是国外居住的环境，啊，就是我们城市里面，啊，城市里面呢每一家的面积标准的面积，但是算我们英尺的1万尺。啊，所以你自己盖一栋房子，顶多是面积2000尺，前后都有院子。啊，那我们中国人呢，这个院子不种花，我们都种菜，是我们都种菜，所以中国人都有菜园。啊，所以这个蔬菜的供应都没问题。啊，那我那个地方大嘛，所以就有个很大的菜园。啊，可以供接300人吃，啊，每一天可以供接300人，啊，所以这个环境的清净呢是不容易，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啊，第三个问题，如果证悟了，自己是否知道？啊，你自己证悟的境界的时候，自己会清清楚楚。啊，但是啊，有时候也要请人印证。啊，可是在这个时代啊，大概印证的人没有了。啊，你自己会很清楚。第四个，如何紧紧手持清净心？如何快速增长定力，使自己不受外界影响，如如不动？你问的这些问题，你一生决定达不到。啊，为什么呢？如果真的会达到，你就不问我了。你问我的时候，你决定做不到。你还有这么多问题吗？你这个疑惑没有断吗？啊，所以要真正要好好用功。啊，那么你要问怎么用功的方法？多听经，啊，明白经里头的道理，啊，现在学习，因为这个科学技术发达，啊，真的是科技是天天在进步，这是真的。啊，上个星期，
看台湾有些同学来，啊，带了一些机器，到这边来给我看，啊，宽频的电视，啊，已经开发出来了，啊，现在还没有能推广，啊，因为像这种电视，它要增加一个设备，一个机器才能收到，啊，那么宽频这个电视。它的成本低，啊，在我想呢，3年到5年之后啊，就会很普遍，啊，它会取代卫星电视，卫星电视的成本太高，啊，那么这个宽频，接收很方便，啊，我从前常常说，将来的电视机，就像一个香烟盒一样。像一张名片一样放在口袋里，拿来的时候就可以能够接收，现在这个发展出来了，啊，可以接收全世界的任何电视的频道，它都能收得到，啊，有没有好处呢？没好处。怎么没有好处呢？严重的染污，是不是？你要听着到处乱看的时候，你想头脑是一塌糊涂，啊，绝对没有好处，啊，如果他都能够播讲经播念佛那就好了，那就太好了，啊，所以这个发展呢，将来我相信呢，宗教一定会用这个来弘法，啊，用这些工具来弘法，啊，他自己只要设立一个电台就行了，那么这个电台比起卫星成本就低很多很多，啊，这是一般人可以能够负担的，道场都可以负担。这个传播的面积全世界，啊，通通都能够看到，都能听到，啊，而且24小时，无论在什么地方，因为你这个电视机在手上，在口袋里面嘛，非常方便嘛，就像现在用手机一样。5年以后啊，就是新的东西都出来了。那一天给我看的时候，我说这个事情未必是好事情，啊，要很小心谨慎，啊，如果这个播放的内容啊是染污的，啊，还是像现在一般杀盗淫妄，啊，暴力色情，我说那个罪过都是阿鼻地狱。啊，这个不能不小心。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很热，和单位聚餐时，是否可以喝一点没有度数的啤酒？对，现在好像我在北京听说有素啤酒，有素啤酒。不过这些东西啊，不是好东西，啊，凡是这个瓶罐装的这个东西啊，这些饮料啊，都有这个化学成分在里头，啊，确确实实不如喝水来的安全，啊，可是现在真麻烦了。现在连矿泉水里面添入也有化学物在里头，到哪里去找干净水？没有了，啊，这是现在人共业所感的，可怜呐，啊！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色苦饮毒”，是吧？那经上讲的是，我们现在社会确实如此，啊，色苦吃的是苦，饮的是毒，啊，所以最安全的呢。自己种，啊，自己种植这是最安全的，啊，我们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我们耕作的方法还是用古老的办法，人工来做，啊，那我们的这个肥料是用堆肥，啊，就是这个烂的这些菜呀，树叶呀，啊，挖个坑堆在里面，让它自己发酵，
啊，大概三个月之后就变成肥料了，啊，用这个，这是天然的，啊，用这种方法，啊，难呐，真不容易啊，啊，这个农夫种的米、种的菜，他自己吃的是另外种在一边的，卖的是又是一边的，卖的那个长得非常漂亮，农药也多，化肥也多啊，看起来就很好看。他自己吃的那个不好看，那个健康，那个里头没有农药。啊，这个是我们到农村里面去看的时候，哎，都告诉我很坦白的。哎，发生那个菜不能吃，那菜是卖到外面去的，我说谋财害命。底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了更好的修清净心，当官好呢，还是不当官好呢？提前退休啊？或者是到55岁以后再退休呢？个人的缘分不一样啊，不过是退休之后啊，我看到很多退休人啊，退休之后啊，烦恼更重啊，应该在没有退休之前就好好的学佛，啊，你就有基础了。学佛这个退休之后啊，那你直接进入状况，这个非常好。啊，这个是决定有利益的，啊，是现在不肯学，到退休再学，来不及了。啊，为什么呢？你的妄念太多了，啊，你这个心不能专，也不能静下来。所以很不容易成就，啊。有人说经上讲过，可以念南无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36万亿109500同名阿弥陀佛。哎呦，念得多，太啰嗦了。这圣号啊，可以。行过许多圣的佛号，请问真的是如此吗？可以这样念吗？你还没学佛，还没念佛，就学着投机取巧。纵然真的有用啊，你的心啊是个侥幸的心啊，你没有用，对别人有，对你没有用。那你何必念这一句呢？念这一句是多麻烦的，念这么多次、变法界虚空界同名阿弥陀佛多好，这个好念吗？比他还多。他这还有数字，我这个没数字啊。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念佛时要把自己的妄想杂念念掉，那是功夫，那个才管用啊，所以会念佛的人懂得，念头才起。古人讲嘛，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是什么？念是妄念，善念也好，恶念也好，通通是妄念。念头才起来，赶快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把这念头打掉，这叫功夫啊！啊，决定不让念头妄念起来。要让自己正念起来，啊，不起妄念，也不念佛号都可以，都是出于正念，啊，你的心是清净的，是真诚的，啊，就是我们讲的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觉的心现前，啊，这样功夫才得力了，啊，那么现在一般人念佛呢？念的佛号念的很多，杂念妄想也很多。
大师至圆通章里面，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都摄六根是什么意思呢？把心收回来。那我们的心呢，在眼就见嘛，在耳就闻嘛。你把见闻觉知收回来，不要员外，不要对外。这叫都摄六根。实在讲，儒家这世间法做学问，也是这个道理。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跟这句话是一个意思。学问之道是什么？把心从外面收回来，就这个意思。我心放在外头的，想东想西，想过去想未来，这都错误啊！把心收回来，净念相继，你着重于净。什么叫净？你夹杂就不净。我念佛里头还想东想西，这个不清净。又怀疑不清净，不怀疑不夹杂，那个叫净念。相即是不间断的，不一定是佛号不间断，这功夫不能间断。就是这个不怀疑不这个不夹杂，这个不能有，你要保持这个功夫。这个功夫只要不间断的话，那是才会产生力量。那这就叫功德。所以这个道理你要懂得，就不在乎念佛多少，念再多的佛有什么用？古大德常讲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什么时候念到自己心的清净呢？这个有用。所以注重这个这一点才是正念的。这不能不知道的啊。下面第八个问题，就是在内蒙古地区，送亡者去火化场时，举着幡盖，上面呢有佛菩萨名号，请问这样是否如法？应如何做，能使亡者亲友升起信心？这是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同。那么应当呢，亲戚朋友大家习惯是当地，要用当地的这个礼俗来做，大家心里都欢喜。用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要先说明，先不加以说明别人就会见怪。这一点要懂得。那么这样，亲友能够生起信心，对于亡者关系很大。如果亡者修行如法，临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大家看了就会升起信心。那么还有一些感应很多，也足以能叫人升起信心。那么至于自己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得帮助亡人。古德有一个小册子叫赤宗经粮，专门呢说明这个往生助念要注意的一些理论跟方法。那么这个书呢是前贤的
文言文写的，现在人看有困难啊。那么民国年间啊，也有人把它重新用白话文改写了，叫《赤宗须知》啊，那就容易看。现在我们可以能看得懂啊。那么这个书流通量也很大啊，一般道场都可以能找到。要多读这些书啊，要有这些常识啊，助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老法师与记者对话中提到，佛教不是宗教，但社会上普遍认同佛教是宗教，否则就不叫佛教了。请问啊，这句话怎么理解？这个好像是何守信问的啊，亚师何守信问的。佛教本来不是宗教，这个我们讲的太多了啊。佛教是教育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啊，就示现觉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教了一辈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从30岁，他是79岁圆寂的啊，79岁，49年了，教了49年啊。那么300多会呢，就像我们现在办班啊，办班呢办了，办过300多次啊，每一次规模大小不一样，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一次的时候好几年才结束，有的一次的时候只有几个小时啊。世尊当年在世，无论是跟大众啊教学，或者是个人向他请教啊，他给他解答，全都是讲解啊。你这样才能够体会到了，他这个讲经49年确实没中断啊，而且每一天的时候是大量的时间都是在教学了，跟中国孔子没两样。孔子教学5年呢，啊，佛陀教学49年，啊，这个在古圣东西方，古圣先贤呢，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时间最长。啊，那我们晓得其他宗教，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教学27年。耶稣教学3年啊，他被人害死啊，所以佛陀教学的时间最长。那么换一句话说，经验最丰富啊，智慧也是最圆满啊。我们学佛就是要学释迦牟尼佛啊，所以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啊，一开头他就叫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啊，这2种书唐朝人的著作，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他的内容都是从经教里头记录下来的，确实是述而不作。全是经典里面的经文啊，讲释迦牟尼佛一生。我们读了之后才知道啊，他是个学者，他是个教育家了。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啊，他一生做些什么呢？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那用现在人说呢，他是教育家了。啊，他自己的身份就是这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是义务教学，他不收学费呀。啊，有教无类，不管什么人，啊，你看不分这个国家，啊，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所以印度当时许许多多的宗教徒都跟他学习。啊，你看他并没有叫人改变宗教，没有，你是婆罗门还是婆罗门？啊，没有改叫他改变宗教，啊，他是来求学的嘛，那宗教是另外一桩事情嘛。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有婆罗门。婆罗门教是最早的，啊，华严经还看到变现外道，这都是其他宗教。啊，所以其他宗教的有信徒，有他们的传教师，有他们的这个长老，啊，来听佛的课，跟佛学习的人很多很多，啊，都没有改变宗教。啊，所以我们以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了，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他就在已经在做了，啊，已经就是在落实了，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现在为什么呢？是普遍认为佛教真的是变成宗教了啊。你看每天这是宗教的一些仪式啊，为死人服务了。啊，释迦牟尼佛没有为死人服务，为活人服务啊，天天教学啊，啊，从来没有为死人服务过的。啊，佛教传到中国这前几百年，这些学佛的这些法师大德说，也没有为死人服务过。所以这一点诸位要晓得，佛教传到中国来是教育，是教学。啊，你看他的这个场所，啊，称之为寺。啊，你要晓得这寺是什么？寺是政府办公的场所。你们如果到北京去观光，到故宫去看一看，你就晓得了。故宫里面，你仔细去看，有9个寺。啊，有9个寺。啊，寺是直接归皇帝管的这个机关。啊，为什么称寺呢？寺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永远传下去。这个机构啊，才叫做寺。直接归皇帝的，归宰相管的这个机关呢，称为部。啊，所以实在讲的是，这个寺跟部啊是相等的，还高一点。为什么他归皇帝管，那个归宰相管？那老板不一样。啊，所以他是政府办事的机构。那么在从前，教育啊是归这个，宰相管的，啊，称为礼部，古时候称礼部，礼部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啊，归宰相管的。那么佛陀教育到中国来之后啊，这个教育啊就归皇上管，啊，皇上也管教育，啊，皇上管佛陀教育。所以这个机构的时候成寺不成部，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从前的寺，它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佛教刚到中国来，最重要的是翻译经典，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说过礼殡仪馆一样，
啊，翻译的，大量的佛经翻成之后呢，讲学讲解。那是皇上也去听的，他确确实实是教育啊。啊，以后这个寺就建多了，啊，到处都有了，啊，那么有出家人在寺院里讲学，啊，教化众生啊。啊，那么这个超度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我初学的时候也好奇啊，现在寺庙里头那个搞超度的事情，我曾经问过道安法师。这个台湾的过世的那个老道安法师，啊，我就问他，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他跟我讲，这个事情可能是唐明皇。啊，我们知道啊，唐明皇那个时候，安禄山造反，啊，安史之乱，几乎亡国啊。啊，所以得力于一个大将郭子仪，啊，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定，啊，平定之后皇上在每一个战场，啊，这个大的主要战场啊，建一个寺，啊，建一个寺叫开元寺，开元年间嘛，所以那个开元寺的名字是从哪儿来的，啊，这是郭家建，就好像什么我们现在忠烈祠一样，啊，作为是这个纪念，啊，像这个阵亡将士的纪念馆是这么个意思，啊，大概是一年呢做一次这个法会，啊，那国家这样做了，好，老百姓就跟着跟进嘛，而且哎，家里是有人过世了，都请法师来做个佛事了。在那个时候是偶然的，那么现在变喧宾夺主了，寺庙里就不讲经了，也不教学了，专门搞这个了，这，啊，就变成宗教了，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它已经变质了，你不可以说现在佛教不是宗教，啊，佛教确实已经成了宗教了，啊，那我们学佛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不学宗教的佛教，我们要学教育的佛教，啊，要跟着释迦牟尼佛走，啊，这样子就正确了，啊，自己真的能得利益得受用，啊，我的这个佛教师老师介绍的，啊，是教哲学的方东美先生，他把这个佛教介绍给我，啊，他介绍是哲学，啊，佛经哲学，啊，他给我上这门课，哦，我才知道佛经是哲学，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峰，啊，他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被这两句话引入佛门来了，啊，那佛经哲学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啊，你要不好好去读经典，你不知道，你也得不到享受，啊，你看《论语》第一句话，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乐就是最高的享受，对，读书的享受啊，明理觉悟的享受啊，哎，真的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曾经有人提出问题，佛是什么？你们学佛的人真的有佛吗？真有菩萨吗？你看见过吗？啊，那被问的同修呢答不出来，跑到我这来跟我讲，啊，所以我就画了个图，啊，现在我要把这个图的时候制作成一个光碟，
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吗？啊，什么叫佛？什么叫菩萨？什么叫罗汉？什么叫凡夫？啊，《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啊，你本来是佛啊，你相不相信啊？你要不相信，你怎么成得了佛呢？啊，所以你要肯定承认，我本来是佛。那就跟《三字经》上，这是中国老祖宗教的，人性本善，我的性本善。啊，你的性也本善，他的性也本善。啊，这大家都是一样的，性相近也。啊，我本来是佛，你也本来是佛，他也本来是佛。然后《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的离境诸佛，你就懂了。啊，对于任何一个人，绝对没有怠慢，没有轻视。啊，你一定会尊重他，尊重自己，会尊重别人。不尊重自己的，不会尊重别人。不爱自己的不会爱别人，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那么我用光碟做出来的，就大家更容易体会。啊，用我们画，你看还画四个圆，人家一看，哦，我这是四个人，不是一个啊，哪里是四个啊？这一个画不出来呀，啊，所以用电视来做出来，啊，就是一个圆。这个圆上什么都没有染污，就是佛。你本来没有染污，现在还是没有染污，啊，所以真的是佛，不是假的。啊，染污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叫妄想啊！啊，第一个染污就是妄想啊。那《华严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三大类的染污。啊，妄想染污轻，但是它开始有了，所以如果不好好的教呢，那就会越染污越严重，啊，严重时它就有分别，啊，最严重的时候它就有执着，啊，所以有染污的时候有最轻的染污，啊，就是妄想，它就叫菩萨。就不叫佛了，哎，他就是菩萨了。然后再重一层呢，哎，那就叫阿罗汉，就不叫菩萨了。啊，更重的呢，那就是凡夫。啊，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现在是染污。啊，真的染污了，不是真的。啊，确实自己这个真性没有被染污，外面境界也没有被染污。啊，外面境界的法相啊，啊，法相是法性变的，啊，性没有染污，法相也不会有染污啊，所以内外的染污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你把我那个图一看懂的时候，你就明了了，啊，然后才晓得怎么样修行，怎么成就，啊，所以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了。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啊，放下妄想，你就是佛，一点都没错。佛就教导我们，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到究竟果位呀，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啊，你要肯一起放下，什么时候能成佛呢？一念就能成佛，啊，哪要什么长时间呢？啊，只要你一念明白了，我彻底放下了，就成佛了。啊，不能完全放下，放下一部分就成阿罗汉，成菩萨，就这么个道理啊。啊，你要不肯放下时，那永远搞六道轮回，啊，这就错了。
下面有个问题说，近年来看到一些出家僧尼是改剪短发，着露军装，请问这是否佛教一种改革？我还没有看到，不过确实是产生变化了。这种变化呢，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说过啊，这个释迦谱最后一段啊，是佛预言佛教往后的演变啊，就是他老人家灭度之后100年、200年、300年、1000年、200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啊。2000年以后啊，袈裟变白了啊，袈裟变白，你要懂得它的意思啊，不一定是白的颜色。不遵守佛的制度就叫做变白啊。那么佛教给我们的制度，出家人穿的衣服染色衣啊，用什么颜色的染呢？红黄蓝白绿啊，不是红白蓝白黑，它是5种正色啊，红色、黄色、蓝色、白色、黑色，这叫5种正色啊。那么佛法不取这个，佛法取混合，这5种颜色合在一起啊，这叫和合。印度人叫袈裟啊，袈裟就是混杂的意思啊。所以吃饭你看他的一钵饭，他到外面托钵啊，通常托7家，每一家的饭的饭菜不一样，都放在一钵，这一钵饭也是袈裟。袈裟就是混合，我们讲的是大锅菜混合在一起。衣服的颜色也是混合，这个衣服的织料啊也是混合。因为在从前呢，这资源不容易啊，很困难，布匹很不容易得到啊。那出家人衣服从哪来的呢？在家人衣服穿破了，丢到垃圾桶里不要了，捡起来。捡来的时候洗洗干净啊，那捡多了啊，然后把它可以用的地方剪下来，裁成一块一块的啊，不能用的就丢掉了啊。那么这样一块一块把它缝起来啊，缝起来的时候呢做一件衣啊，所以这一件衣是不同的质料，不同的颜色啊，当然穿起来很难看，染一染，染成一种色，这是如法的啊。啊，那么现在不一样了，像整批布把它裁出来再剪下来一张，你说这个多浪费呀、啊！在以前这是不得已的，那绝对不是说一块布匹叫你裁成小块的，不是的，啊，所以这意思我们要懂。啊，那么但是现在有一种做法做袈裟的，那个是如法的，啊，是确实是一块布，啊，它当中的时候把它画成格子，画成线。这个行，这是一个纪念的意思啊。如果说再把整批布剪下来再缝起来的时候，这个是不如法啊，这个不如法啊。记得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它都在变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穿黄色的还轻啊，红色的这个袈裟，这个都是变色的啊，这都不如法。佛陀在世没有这种情形啊，现在连佛像画的时候也是黄这个衣服啊，这个外面也是红袈裟，你说佛看的这个像不流眼泪吗？啊，就这个一定要知道，这对佛不恭敬啊。他那个时代穿什么颜色的，什么样形状，一定要做那个事，这个才是恭敬。
啊，对他的恭敬。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弟子是一位出家女众，啊，菲律宾的一家寺院，请我在其香港的别院当负责人，在这个专修净土的小佛堂里，大家呢都很尊重我，做什么事情呢，总是要我做上位，弟子生怕自己福德不够，请问应怎么办？那上位空的就可以了，是吧？做偏一点也可以啊，但是你既然负责一个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净土道场，那你就要好好带领大众念佛、听经。啊，为什么现在念佛要听经？他不听经呢，他就胡思乱想。啊，所以听经就非常重要。如果想道场大众真正有成就，那你就要劝导大家先自己带头做，落实三教的根。啊，这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我们历代不管是哪一个宗派，我们的祖师通通都是这样学的。啊，那净土宗的祖师你更容易啊看出，啊，莲池大师在全集里面，他有功过歌。啊，功过歌在明清盛极一时，啊，无论出家在家了，都用这个来忏悔，来改过自新。而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感应篇，啊，所以袁了凡呢，就是依这个功过歌来改过的，啊，来断恶修善，啊，那佛门里面还是以这个为基础，啊，以这个感应篇为基础，加了一些经典上的教诲，啊，这个我们在莲池大师全集里面看到，啊，所以这三个根呢，确实是有必要的，啊，一定要从根本修起啊，啊，才真正能自度度他。第十二个问题，如何让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学习《弟子规》，并吃素念佛？那你要是公司的老板，现在在国内确实有，啊，已经有好几家，啊，公司老板呢派他们的员工到庐江汤池小镇去学习，啊，学回来之后回到他公司就起带头作用，收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那个地方你可以先跟这个汤池中心呢接洽，你有多少人，有多长的时间，他会给你安排功课。第十三个问题，说在位王者临终助念就火化时，非常清楚的观想阿弥陀佛戒淫的戒淫及莲花像，请问亡者是否能往生？这个助念是给亡者的一种增上缘，有没有效果呢？要他能不能跟进，啊，他要很乐意接受你的引导，那他就会有成就。啊，如果临命终时还留恋这世间，还留恋着
亲情他就去不了了。啊，但是助念的人是我们诚心诚意敬人事，啊，这个就是正确的。啊，所以一定是双方合作，啊，我帮助你，你也肯接受，啊，就能产生效果。下面一个问题，这本身吃素，但为淫劫，非肉不食，且缘到来的亲友点菜，是否也犯杀生罪？这个有过，不是罪。啊，不是你自己杀生的，你就没有这个罪。啊，那么现在一般呢，自己杀生比较少了，啊，都在市场买的这些，都是杀好的带回来的，啊，所以这个食，正是有过失，啊，那么现在的这个肉食，实在讲是非常可怕，啊，因为这个畜生的饲养，都是用什么？这个化学的饲料啊，用这个荷尔蒙让它长得很快，所以通通不正常啊，通通不正常，所以吃了之后啊，常常会生很多奇奇怪怪的病，病从口入啊。啊，我们参观几个这个养畜场之后啊，我们还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太可怕了，啊！在从前，那么还有说了这个蛋，啊，不是种蛋，可以吃，这是讲得通的。可是现在到那个养鸡场里看了一看呢，那很不正常啊！所以我回来就告诉大家，蛋绝对不能吃。那生蛋的鸡不正常啊！啊，那个蛋怎么会安全呢？通通带着有病菌的，啊，现在确确实实是人的大家的工业啊，饮食是非常不卫生，非常不安全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看素食里头素菜都有农药啊，这个种菜的农夫的时候他自己都不吃，哎，他卖给你吃，这个事情是很麻烦啊，总得要小心谨慎，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多洗几遍，不可以生吃啊，一定要熟吃，多洗几遍。诵经念佛有妄念，如果回向是否有过失，甚至要欠债？这个诵经念佛有妄念是正常的啊。如果你怕有妄念的会得罪佛菩萨，你就不诵经不念佛了，那你妄念永远去不了啊。这个问题有人问过印光大师，你们在文钞里会看到啊，祖师给我们说，真正念佛的人，啊，如法念佛人，念三年到五年，一支香啊，还会有三五个妄念，那这就不错了，功夫就不错了，啊，所以呢，不能够舍弃啊，还是要念佛，还是要诵经。希望妄念年年减少，啊，这个就有进步了，啊，就好了。哇，妄念为什么断不掉呢？是你的妄想太多，你的欲望太多。啊，如果你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放下了，妄念自然就少了。啊，所以还是自己欲望，啊，这个要一定要减少。有人诵经念佛多年，
进来却疑神疑鬼，忧喜不定，对家中事务完全不管，并说如果一天不诵经念佛就不行。请问这种情形是否折磨？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有一点像啊，确实有一点像折磨，这个不是好现象啊。真正念佛人疑是很重的烦恼啊，如果疑神疑鬼忧喜不定，他的功夫完全失掉了啊，纵然是诵经念佛了也没有效果啊。如果要是远离魔障，还是要信心坚定啊，信为道源功德啊，信心才能成就啊，疑就是没有信心啊。这个帮助他了要多多的开导他啊，劝他了多听经啊，多听经还是要从基本功做起啊，基本功是做人呐 啊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些个基本功啊，没有基本的功夫不行啊，啊，这个要也一定要知道。现代社会，是许多大众啊喜欢搓麻将，尤其是长假，闲来无事就聚集起来啊打小麻将。请问这种行为，有什么果报？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觉悟？那个《地狱变相图》里头有啊，那么这些人，这个我也曾经听说过啊，有一些同学老朋友啊，退休之后，他说如果不打个小麻将啊，这个头脑一天一天痴呆了，就会变成痴呆症了，是不是啊？他这个还用不用脑筋啊？比较灵活一点。啊，拿这个来训练这个，让头脑的时候啊，这个老化能够减轻一点。那是不是有效果呢？就很难讲啊，也许会有一点效果啊。如果说是啊，要想到要用脑，那研究佛经很好，也用脑啊。啊，研究佛经，佛经还可以得定，还可以开智慧。啊，比打麻将这个方法殊胜太多了。啊，可以能够改变方式。家中佛台的莲花灯，常有蚂蚁在里面往生，有时甚至于有上万只之多。我们家佛台干净啊，请问这些蚂蚁是不是来这里听经念佛的？这个事情啊，你可以问问蚂蚁，他会告诉你。哎，确确实实，你可以问问他，你不干扰他，他也不会干扰你啊，互相不干扰啊，这个。佛堂里面一起来学佛是有这个情形啊。那么这些像这些蚂蚁往生的蚂蚁这个佛堂的这个灯现在一般都是用电灯，电灯也有相当的温度啊，它要贴近的时候会烧死，哎，那不一定是他来往生的，哎，这个是要告诉他，要防范，啊，尽量的避免，啊，他往生绝对不是烧死的，啊，他确确实实在佛像前面可以排队往生，啊，那就是真的，就不是假的，啊，这是我们要加以防范。要跟这些小动物沟通，啊，通通都有灵性。
幕后一个问题，居士临终共修三十七年，每一次念到忏悔文都痛哭不已，长此以往，请问是利是弊？这里头没有利弊啊，这个念到忏悔文会能够感受到啊，这个痛苦啊，这个也是常情啊。那么多数呢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啊，而那个时候没有修成功，这个时候遇到了，他自然就有这些感应啊。所以这些感应一般来讲呢是好的啊，但是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了，也会变成魔障啊。世尊在楞严经里面有教训啊，初次接触偶然的感动是正常的啊，这是好事啊，不能够这个常常每一次都是痛哭流涕，这个现象就不好了啊。所以任何修学的方法，其如境界一定是法喜充满啊，不会是这种现象出来啊，会生欢喜心，烦恼轻，智慧长啊，这是功夫的力啊。下面是王路同修提的有两个问题。弟子发愿成为天下居富，善巧运用钱财广利众生，做法时勤修三福，精进念佛，回向法界众生，同生极乐。请问这样能圆成居富的愿望吗？若否，应如何做？你要是勤修三福，精进念佛，回向法界众生，同生极乐，这个同生极乐包括你自，是不是包括自己在内？如果包括自己在内，你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到极乐世界之后，当然你跟这个世界有缘啊，那么这佛度有缘人嘛，你回来再度众生，你有智慧，你有福德，你有能力，不一定有这个方法了，这个方法对你不重要了啊，你有更殊胜的方法啊。可是你要是帮助众生，众生还要有福报啊，众生没有福报啊，你也没办法帮助他啊。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智慧能力观察啊，像诸佛菩萨一样啊，观机摄教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方法教化众生呢，就用什么方法啊，确实是善巧方便。可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才能满足你无量的大愿，不能往生啊，你的愿望全都落空了。第二个问题，弟子想行大孝度化父母生西方，可是父母常说等你什么时候都不缺再说，现在我们不放心，于是弟子发愿快速聚集财富满父母之愿，以求更快度化父母，请问这样是否如法，应如何求法？
你这个快速聚集财富啊，你命里头有没有那么多的财啊？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财，你还有方法快集这个聚集财富吧？我看诸佛如来都要拜你做老师了。诸佛如来做不到啊，你能做到啊，这个很了不起啊。财富是过去生中修得的，过去生中没有修，他这生哪来财啊？啊，我们香港的李嘉诚先生，啊，他在30岁的时候遇到陈老居士陈朗。好像是去年是前年过世了啊，这个陈先生呢精通命理啊，他给人家看风水看命啊，这个看相算命啊，很高明啊啊，30岁那个时候，这个李先生刚刚起家啊，在香港做生意，他们遇到了，偶然遇到他，给他看相算命，他就问他，哎，他说你李先生，你将来希望啊，你有多少财富啊，你就满意了。他说我只要3000万就满意了。这个陈老就是告诉他，他说不值啊，你将来是香港首富啊，所以他一生。就等于说这个陈老先生做他的顾问，什么事情都向他请教啊，这是陈老先生告诉我的。命里头啊，财库丰足啊，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钱生的嘛，所以无论做什么生意他都赚钱，你别人跟他同样赚他会亏本，他赚钱啊，又不一样啊。那财是怎么修来的？财布施啊，过去生中财布施的多啊，布施的多啊，所以他命中财富丰足。道理在此地，如果你命中过去生中没有修这么大的福报，你这生得不到啊。那么得到这么多财富有什么用？很辛苦啊！啊，李嘉诚先生，我跟他见过面的，没有我这么自由啊！啊，我随便到街上走走玩玩的时候，他不行啊，他好多保镖啊，很痛苦啊！哎，自己把自己，你看像关在监牢狱里头一样，啊，没有自由啊，所以。钱财这个东西不要太多，只要啊生活能过得去，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比什么都快乐啊。啊，哪需要钱多呢？钱多有灾难啊，钱多什么增长贪心。你看我们这几天讲经不是讲过啊，无欲，贪图无欲，贪图财富，增长贪心，增长贪心，来生到哪去？魔鬼道去啊！啊，你走的路是鬼道啊，不是佛道啊！啊，佛道要舍财啊！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人家多快乐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多快乐！安贫落道啊，只要有集财麻烦就大了啊，这个东西是枷锁。佛在经论里头常常给我们讲，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有一条你就脱离不了，五条都具足，那你不到地狱到哪去啊？
佛这个警告啊，我们要当真啊，不能把它看作是假的，啊，但佛讲的话是真话，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啊，要常常给父母啊讲佛法，哎，讲这个因果，啊，讲六道轮回，那么现在外国这些资料也非常丰富，啊，常常讲给他听啊。要让他利欲啊，不要执着这些。下面是香港同学的提问，啊，有六个问题。弟子过去无知，不知摄生过失，造极大罪，曾在某道场中一时嗔心起，当众怒骂出家人。弟子生怕因此堕地狱，不能往生西方。弟子现在天天忏悔，请问将来是否能生净土？将来能不能生净土，看你的忏悔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看你忏悔的功德，啊，忏悔最重要的意义后不再造，那才叫真忏悔。那忏悔之后，过几天遇到的时候又发脾气了，这一点用都没有。啊，后不再造，啊，不但不能说出家人的过，一切众生的过都不要说。你说他干什么？啊，说他，在一般讲。决定是给人家结冤仇，啊，什么人说你说他的过的时候，他欢喜接受，他来感谢你，他能够改过自新。我没有看到一个。啊，你说他的过的时候，他总是在生气，总是在想报复，啊，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何必跟人结冤仇呢？他的过失与我不相干，啊，他犯了过，我说他的过，我也犯了过，我为什么跟他一起犯过呢？他往地狱里面跑，我还跟着一起去，这不是个大傻瓜吗？这不是聪明人啊！啊，聪明人，尤其是学道的人，《坛经》上说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啊，为什么不见呢？你里面没有过，你就见不到世间过。你里面有烦恼习气，你才会见到人的过。啊，所以见到别人过失是自己最大的过失，这个道理呀，要懂啊。第二，请问呢，摄生过失是否属于无逆受？这个僧要看是什么僧。如果是你的老师，那就是无逆受我，他不是我的老师，啊，那只有受我没有无逆，啊，这个要知道，啊，如果他不是我的老师，但是他在佛教里面是大德，啊，确确实实，啊，他对于这个大众的修学，啊，有帮助的，啊，这个就不能说了，啊，为什么呢？你要是批评他说他，那么有一些人听到之后退了心了，这个账要算在这账上，啊，这个就是断众生的慧命呐，啊，断众生慧命的罪业。比杀害众生还要重，啊，你杀他无所谓，啊，他过一段时期他又投胎又来了，啊，但是佛法可不容易遇到，啊，所以断人法身慧命这个罪过比断生命的罪过要重很多很多，啊，这个不能不知道。第三个问题是，现代社会很难避免接触电视，
啊，报纸以及书本上一些十四常识，请问如何做到非圣书平物事，必聪明坏心智？哎，你不看就好了嘛，很简单嘛，教给你们，你不要看吗？你看我四十多年没看电视，也没看过报纸，也没看过杂志，可以做得到，我不看。啊，有些人送书给我，啊，那还都是算是正经书。啊，我第一个是看后头版权页，后面写的版权所有翻印笔记簿，我一定不看的。啊，很多人问为什么，做书的人心量很小，心量小啊，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啊，所以不要浪费我的精神，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啊，不像古书啊，古书你看都是欢迎翻译，功德无量，是吧？不相同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无论是文字啊，现在像这个光碟全部都没有版权啊。那么这个是流通就很广泛啊，没版权的 啊大家印我们都欢喜 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要晓得利益众生为什么要限制要版权啊，要版权就不能广利众生啊。这个有一年我在新加坡啊，演培法师呢也算是老朋友，我没有出家之前就认识他啊。那么他离开台湾在新加坡住了25年，我到新加坡去听说我来了很高兴啊，请我吃饭啊。有一次特别请我在这个有个素菜馆做得很不错的叫灵芝，也新加坡很出名啊，请我吃饭啊，我就去了啊。坐下来之后他问我，哎，这是净空法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我不知道。他说你的法缘很深啊，你教教我你这个法缘是怎么结的。哦，我说这个很简单嘛。不是嘛，啊，有多少力量就布施多少嘛，就法缘就出生了。他想了一想，说：“哎呀，这个难呐，我很孤寒。”孤寒什么意思？有一次在台湾碰到，啊，在我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他来参观。看到我们印很多书啊，送全世界，看看之后，哎，他说我的书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印呢？我说你的书后头版权所有翻印费就谁敢印啊。啊，所以你有上这几个字我们不敢流通，你如果没有这几个字的话，就说你的书我会选择给你流通全世界啊，这是你自己封闭了，是没有办法，啊，别人要尊重法律，要尊重你。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不读世间这些知识的书，很难提升社会必须的工作能力。啊，请问这样的心态与学习《弟子规》是否冲突？不冲突。弟子规没有说明你工作上需要的这些知识不去接受，弟子规没有这个啊，就是你在工作上生活上所必须的你应当要学啊，如果与这个不相干的，那你就可以不必去接触它啊。那你要是保持清净心，
说实在的话，这个社会的新闻与你工作有关系的，与你生活有关系的，你一定要知道，没有关系的都可以不必看啊，你的心才会清净的。古人讲得好啊，知事少时烦恼少啊，涉人多处是非多，认识人多了是非就多了啊，没有必要认识的人不需要啊，不需要去接触，不需要认识啊，没有必要知道的事情最好是不知道啊，所以这个电话信件越少越好啊，我们有事情的时候这电话都拔掉的，所以都打不通的，我有事情找人才电话才打省事嘛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不是？哪有那么急的事情？没有。哎，你这样心才能清净啊，所以懂得保护自己。底下一个问题是，《弟子规》上说，父母丧三年，常悲咽。如果孝子时常悲伤过度，不是很容易忧愁成病吗？你要是忧愁成病，你的父母就不安，你就大不孝啊。那么这个你要知道，这个是在过去农业社会的时代啊，社会非常安定啊，是那个时代的啊，生活方式都很缓慢，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弟子规》是几百年前人家写的，你现在要懂得他的精神啊，懂得他的大意，要在现代社会灵活去运用，可不能死在文字里头，死在文字里头你就学错了啊，厚厚薄薄啊。那么这一段啊，不必是丧三年啊，对父母过世有哀戚之心啊，哀痛之心，这就对了啊，而不是什么看到父母死了还觉得死得好，为什么不早一点死啊？为什么要财产吗？现在麻烦呢，现在我们在美国听说小朋友啊，才不到十岁啊，就告诉他爸爸妈妈，你们的财产将来都是我的。是这爸爸妈妈听了之后都呆掉了，怎么会说出这种话？还不是电视网络里面学的吗？啊，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年轻人把父母害死，为什么要财产？啊，好像是前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有同修的时候剪下来告诉我。啊，在四川，一个13岁的小女孩，想买一个手机，但她父母不肯给她买，她把父母害死了。啊，煮东西给父母吃，里面下毒。两个人死了之后，去领她的保险金，保险金只有10000多人民币。啊，她不知道啊，这是错误，也不知道这个有罪，你说这怎么得了？以后这个案子破了啊，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对于父母之丧啊，每年的忌日啊，能够做一个纪念，这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啊，教化社会大众啊，知道父母之恩呢不能忘掉，这样就好啊，懂得这个意思。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现前社会有许多未婚男女在公共场合动作亲密，请问这是否算邪淫？算是邪淫啊，这个学佛的人明理的人啊，都要拿捏到分寸啊，这个要知道啊，这个
社交的礼节我们可以遵守啊，但是说一定要有分寸。下面新加坡同学的提问，弟子在家中供奉着朋友尊送的佛陀舍利，本希望放在家里附设的法宝流通处供养大众瞻仰，可是同修劝过，佛陀舍利极为珍贵，恐被人偷窃，所以应特别收藏起来，请问应如何做才如法？你知道这个佛陀舍利是真的是假的？佛灭度已经3000年了，啊，你能够得到真的舍利可不容易啊！我知道，10之89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那真的舍利还得了啊？国家收藏了，啊，怎么会留到你手上？你看看这个前年。释迦牟尼佛这个指甲舍利在香港展览，啊，你看派多少人，这个护卫者，我也去看了一下，啊，很不容易，你家里有佛的真舍利还得了，是不是？所以这些舍利啊，确实可以公开展览。展览的意思是，对佛起个恭敬心。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是真的是决定不可靠，啊。第二个问题，这阿难能做到啊，一字不漏的将佛经记录记载下来，请问如何修行才能达到像阿难这样有点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做到了。啊，为什么呢？你跟佛已经成为一体了。啊，佛在经上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你的智慧跟佛的智慧是平等的。佛所说的一切经，跟你所说的一切经没有两样。啊，现在是佛是觉悟。你是迷惑了，啊，所以你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你的智慧就显现了，啊，你跟阿难确实没有两样。第三是古代佛经翻译部门有几百人同时翻译佛经工作。如今此景不在，请问老法师，身为佛弟子的我们如何振兴佛教翻译啊？这是个大事情，也是很大的难题啊。古人翻经，这从前老师告诉我们，中国人有福报啊，啊，赶得的翻经的这些大德们呢，都是修行正果的人啊！我老师告诉我，至少他们都是三国阿那含以上的啊，所以翻得正确，没有错误啊，翻得好啊。现在是凡夫啊，啊，尤其是现前这个社会啊。少年老人也不例外，心浮气躁，自己读诵都有问题，怎么能翻得好啊？那这是众生没有福报啊，所以现在这种事情，首先要把自己修好，先要断烦恼啊，诸位一定要知道，烦恼不断，你所学的法门都是生疏的啊。换一句话说，真正的意思你不懂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你是去解如来真实意，你是误解原来真实意
所以你全搞错了啊！啊，所以断烦恼是第一步，啊，烦恼不断不行，啊，断见思烦恼就是阿罗汉，到阿罗汉佛才讲了，你才能相信你自己，啊，你见思烦恼不断了，不可以相信自己，这个话说的重要啊！啊，断尘沙烦恼是菩萨了。断无明烦恼的成佛啊，这个是这个佛的教诲呀，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遵守啊。啊，下面一个问题是：一部精通则一切精通，而十善业道经为基础，如专修此经。是否算一门深入，又是否此经通了，一切经都通了，真一点不错。任何一部经没有大小啊，为什么通是什么，通就是见性啊，见性之后整个问题都解决了，见性是成佛啊，无论哪一部经典都是叫你啊，给你说得清楚明白，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么你就一切都通达了。这弟子想把《弟子规》《十善业道经》《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同时修读一年，这样是否夹杂？是否能达到一经通一切经通？这个达到达不到，是要你做功夫，不是你念。你念一百年的时候也不通，啊，什么原因呢？你没放下。啊，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通啊，道理在此地啊，不是在念多少啊，是念一步，因为你的心专容易达到，你念太多了，念杂了，杂了是你的精神这个时间统统都分散掉了，很不容易成就，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教之道啊归于专，学之道也是归于专。今天时间到了啊。诸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